第二个题目是由小学教师播放地狱变相图啊 DVD 给小学生看，小孩看后身先受创，怕黑不时哭叫，还说那些图片在我头脑里拿都拿不出来。请问提供给小学生看是否合适？如果发现这种情况，那就斟酌。啊，小朋友确实有看到没有问题的，有看到会害怕的，这是每一个人根性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做老师的人呢，要小心斟酌。啊，实在，地狱变相图已经画得很文明了。啊，实际上呢，那比这个可怕多了。啊，画得相当文明了。但是也能够收到啊，英国教育的，效果啊，所以这个请老师对同学细心就观察啊，避免这个小朋友啊，这个惊吓啊，这个避免他。